我们家的香蕉快坏了，今天我要把它做成美味的香蕉蛋糕。一起来跟我学着做吧。首先我们要把香蕉剥皮放到一个盆里，都是香蕉味儿，很香吧？对，熟透的香蕉是很香很香的。好，那你用这个工具把它给碾成香蕉泥吧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先准备一个全麦面粉，放一点小苏打，再放一勺泡打粉，这个挺搞笑。现在我们过筛到面粉当中，就全倒，然后呢，接着搅拌啦。再放1/4牛奶，搅啦，我感觉在搅花生酱呢，我给你。再加半杯碎核桃仁儿，怎么还加一个仁儿呢？就放这儿。
真好吃。什么口感？甜的口感。软软的，有香蕉味吗？有。你也感觉尝一个吧，妈妈。